来，这个题目我们来看一下。他说，初速度是10向右，势力2牛顿向左。那这个质量是一嘛？所以这句话在告诉你，加速度是-2啊，负代表向左啊，因为 F ma 嘛。那这个几秒会出现在左侧24。OK，那我就带这个啊，这个叫位移等于 v 零 t 加二分之一 at 平方嘛。那位移我就带-24，初速我就带10，乘 t 不知道，再加二分之一 at 平方，a 带-2乘上 t 平方，OK，你再把它移项一下，这个搬过来变成t 平方减10t 减24等于零，OK，这个因式分解一下就可以解开 t 等于12，所以答案 D 12。